炎炎夏日，想来一趟避暑又平安的暑期行程吗？告诉你一个旅行好去处，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寿镇宫。这里是全台海拔最高供奉玄天上帝的庙宇，至今有百余年历史。最特别的是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玄天上帝圣诞前，都有神蝴蝶至庙内祝寿，自此声名大噪，进而成为台湾玄天上帝重要进香中心之一。既然提到玄天上帝，就来进阶科普一下关于他的知识，以及各地玄天上帝庙不同的文化与特色。全台湾上界好人的神明，只要看到赤脚又搁打鼓爪，你就知影伊是虾米人咯。伊伫咧道教的地位真高，被称为是法术的起源。伊嘛是屠宰业的职业神，更加是明朝的国师，嘛是台湾上界早的海神。上界特别的吼，伊甲玉皇上帝同款啊，称号拢有上这个字，伊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玄天上帝在古代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星宿神的崇拜，渐渐的被集合成北方所有诸神明的代表，甚至到后来，他拟人化之后，也变成是一个北极星崇拜的一个象征。玄天上帝的信仰呢，在台湾非常的早，因为我们在民间记忆里面呢，都会提到说，玄天上帝跟郑成功的军队，还有他的部将有关，所以郑成功的军队来到台湾之后呢，他其实也把玄天上帝呢带来台湾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郑氏王朝驻扎的这些营区，这些地点都有玄天上帝的信仰。那除了这个类型之外呢，其实民间社会呢有非常多崇拜祭祀玄天上帝的庙宇，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家族来自于这个中国的原乡，然后把玄天上帝移民呢带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。那同时呢，在台湾本土呢，随着汉人的变多增多，我们其实本土也有非常多玄天上帝扩张的现象。那这些现象都跟比如说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，因为我们知道玄天上帝的信仰，它很重要的有这个龟蛇也卡莲哈，地下宫也卡莲。那我们在很多地方呢，如果你看到比如说那个地方有龟蛇盘踞，或者是说它有这个地理特征，有乌龟形状的这个山，或者是蛇形状的山，它可能就会在当地随着移民呢，形成一个很重要的玄天上帝的信仰的形态。位在莲池潭正中的玄天上帝像啊，应该讲是东南亚上个大尊的神像啊啦。这个仰望的地标啊，嘛是大家来到左营一定要打卡的景点。啊，来到这的人哦，拢会想讲吼，这间是庙啊。要唔讲吼，其实真正玄天上帝庙啊，是伫咧这尊神像目睭对过去的正头前哦。是安那？当初是咱关帝庙会起起来的。哦，是安尼吼。俺知影伫明朝时期的时阵，左营个已经一个部落作早成立的一个部落吼，所以较早号做万里关啦，左营庄啦，慢慢对时代咧就进化安尼来啦吼。以前左营的人口呢，个大约分做讲一家至七家。哦，这个说法。嘿。啊，你家咧，那以前较简单来讲的话，就算到一个里啦。当然，中央一家最主要咧，迄种嘅人较务农吼，对这神明敬仰较虔诚啦吼。因种咧，就是即底下讲咧，较出名传说中明末年年间吼，一个一个个位起来只啊吼，票就了，哎，所以我底下讲咱两三百人就算啊，所以中央是安尼。对啊，地啊，讲非常重要啦。包括讲吼，像是阮种人一家至七家，共同的认同这个，俺不计很正常的，啊，阮种人专门顶住。哦。一个甲尊重称安尼。哦，那不止农业子弟，渔业子弟，大家都很敬仰。都很敬仰。伫咧南投民间清北溪这个所在呢，为着感谢地爷公甲三界公的庇佑，举行下关节谢平安的社庄，
神明也会透过机身啊，来巡看地方，为信徒解厄。我第一次看到讲当机甲绕境这有关的，啊，为什么安尼？是机身吼，咱前面去遮是做物件，即个这些文化非常密集的所在，有机动训练中心。机动训练中心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山顶遮吼，你也在看到非常多的机动，啊，是讲锻炼啊、手脚啊，啊，遮的服务人员啊，必须啊，服务就侪，是几乎在路上，你只要看得到的人，几乎都有在帮神明服务，哦，这是很特殊的地方。其实是神明的代言人，嘛是清北溪写平安写真不可客气的重点。啊，刷落来看到这顶桥啊，海个吼都要飞上天咯，这到底是啥物咧？其实，台湾每一个所在吼，大北台也是恁叫吼，伊的称呼拢无同款，进行的方式嘛无同。啊，咱伫秋田宫遮吼，咱会使看到伊特色，就是伊拢是用安尼新的吼，用红灯的吼。啊，那个其实重力非常的强，吼，就是压下去之后，那个身体都会受伤吼。所以你看，比如讲大北台的仙丸呐吼，拢就讲的是伊的那个肩胛头啊，拢有神与肩吼，拢共甲正起来嘞。啊，这大北台其实是咱这个这些服务内底其中的一项。其实伊规个衣饰是落地，就是讲伊，你看伊安尼细吼，啊大北台安尼细吼，安尼长吼，啊去每一个地方吼，啊安尼算做特色安搭。哦，啊伊结束的时阵，搁伫这个路口吼烧这个金纸花啊，算做讲在予咱这民众，或者是安尼吼，啊大家做一个安置。所以这整个完整仪式是由这个靠仪式。看到讲咱机身嘛伫遐那庙里安尼办事嘞，为虾米啊？是，伊其实这是咱社平安庙建吼的一个上大特色。是讲因为咱知影讲新庙吼，是三百六十五天内底无一定，逐天拢会当来甲咱做服务。啊，除非你有急事吼，啊无通常拢是利用这个社平安绕境的时阵，啊，新兵的是巡过咱兜嘛，吼，是你有定向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新兵吼，在特会机动，啊，来这个因这个地方吼处理吼，啊，因兜若需要服务，该整理一下安尼。社平安社长，地也讲巡看的所在啊，四界拢是地方啊，是在地地龙的守护神。新疆祈求风调雨顺，每一年的地米啊，拢会用大丰收。这个所在是会用的北极边，伊的主神呢是大家所熟悉的北极先天上帝，上帝阿公。除了三大节日以外，无论你是南漂或者是北漂，伫咧一个特殊的时间点，会用的所有人哦，拢会回来替住阿霞来庆祝生日啊，也过会送人土地阿霞到底是虾米人？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人要甲咱台湾扣税，阮的祖先吼想一个办法，家己的土地拢登记吼，上爹公，这个是咱较早吼，较早咱甲土地登记予上爹公。哦，所有权人合作，五承恩哦，五承恩就是上爹公啊。哦，这是阮的娘家湾的，咱这五就是代表上爹公。是。玄字啦，与武字都是大部分代表上帝的。哦，咱承受，吼，咱可能是承受他的恩惠，所以咱甲合一个名，叫做武承恩。这财产一直留落来，留来到今嘛为止，咱嘛是拢互六姓分配财产去经营。因的宫庙甲拜因的祖先，好嘅啊，一个土地阿霞，只是吼乡亲对一款亲切的称呼啦。也不过吼，这六世宫地的说法啊，咱走这么侪宫庙，一个是头一摆听到的。听主位咧讲吼，这个土地啊有好有歹啊。自一百年前开始，为着公平甲管理上的方便呢，庙方啊就甲这土地分做六份，搁再交由六大姓代表来抽签。运气好歹啊，都家己甲上帝也来讨论咯。而且吼，佮比别位的介绍啊，俗非常的多啊。这嘛莫怪讲，这六大姓的结盟啊，会这么厉害。啊，这个每三年一届的下营更大桥啊，对这个吼分布伫咧上帝庙周围的六姓家族啊来讲啊，这是一场较劲百年的全民运动会。拼面子，拼理智，比人气，比人丁，比看卖倒一间个辽境个队伍上届活力，上伫咧这一科，阁会当出奇制胜，各大赛事拢加紧脑浆，
这嘛是下营广大桥一精彩好看的所在。六姓家族啊，除了因有家己的阵头以外，伫咧地方的庙宇各自有所不同，由学堂、宫庙、家庙、宗祠等等无同款的元素所来组成的，丰富而且多元的信仰文化。传奇的故事甲禁区啊，更加加添了真多神秘的色彩。那这里是玉虚宫，那个我们的主神是哪一位啊？是常州的北大庙，由正叫玄天上帝。哎、欸，啊，可是我看那玄天上帝他没有胡子哎，我们台湾的玄天上帝是有胡子的。穷极那大圣街呢有火灾，然后呢有一个老人去救火，就是救完之后呢，北地爷爷呢的胡子就烧掉了。然后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他们有求这个圣杯，就求这个北地爷爷要不要重补上那个胡子，然后一直呢他就说不要，所以到今天呢都是没有胡子的，所以常州所有北地爷爷都没有胡子。台湾朋友问呢，究竟呢尊呢系咪正身呢定系附身嚟嘅呢？是附身，这个是附的。哎，嗰个正身啊，去咗照行喺嗰边，隔篱佢。所以正身呢就在太平清教的那个棚子里面，就在旁边。哦，所以这尊就跟台湾那位有大上帝、二上帝、三上帝那概念是一样的呢。除了跟台湾雷同的分灵体系，相信啊，眼尖的观众呢也能够从二弟爷看到熟悉的身影。因为二弟爷蟒袍的穿戴方式啊，不但跟台湾许多玄天上帝如出一辙，教坛上面的黑领旗更象征玄天上帝正是北方玄武之神，而玄武属水，水属黑。所以在常州这个捕鱼为主的岛上呢，玄天上帝啊，不只是海上船只的守护神明，更是常州数百年来代代相传、庇佑乡里的重要信仰。不过、话说回来了，这个瘟疫跟包子到底有什么关联性？以前呢，就有两个说法，就说第一个说法呢，就是给那个游瘟野鬼吃的。对，那瘟疫就走了，就因为我们给包了他吃。第二呢，就是也是会供奉那个神明的，然后呢，常州的居民拿回家吃就保平安。是啊，他们还有人吃的。就挂在门口，有不吃的话就挂在门口辟邪。那这个平安包多功能哎。在大师爷开光点眼以后啊，也象征为期三天的太平清教正式开始。对这几天单日涌进6万人次的常州来说呢，人潮就是前朝。不过呢，岛上的摊商却全力配合吃斋，就连麦当劳也共襄盛举。哎，说一句玩笑话了，难怪哈太平清教啊会评为世界十大古怪节日啊，因为啊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哇，今麦吼，所有的人拢聚集在咱玉虚宫门口口啊，那上帝公嘛请上轿啊嘞。对啊，头前的神明都已经上轿了。对啊，拄只我看到吼一字排开呢十点轿，啊所有咱呢伫个轿棚内底神明全部请上轿，就代表讲哦，两米就要开始咱的巡游啊。哦，巡游对啦，人家叫巡游啊。我感觉趣味的是讲哦，咱平常时咱伫台湾看到的拢是咱的轿街较济。但是人家有做巡游，迄概念是一个地方的嘉年华会。比较像嘉年华会，原来他都蛮多人在飘色的，小朋友也出来了，很热闹了。所有的，包括着咱的麒麟镇然后啦，真正是讲醒狮啊，啊个飘色，啊个那所谓新桥安尼，嚯，一个足壮观的嘞。系啊，大家拢笑容满面，然后期待要出发这样。你有发现到一个足趣味，因为吼，咱常州家我看到很多个街坊会。对。比如北社街街坊会啊，你到处都在街坊会。嘿，甲咱台湾的较早就像诶，对，而且因够吉啊嘛，甲咱甲头同款，伊会插旗啊。对，就是那个三层楼高的大旗，就大家拢出来的话，场面就壮观咧。人家大家哦，每一个街坊会，每一个街坊会的那个衣服啊咧，看起来就哇，就大棚就大棚。啊，常州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庆典，一个嘉年华咧，大家专门做老咧，咱两边都出发。
想不到哈，在香港常州啊，也有着和台湾北港或金门极为相似的真人一格。虽然哈，常州是用时事来表达飘色主题，但是啊，不约而同呢，都是让小朋友有机会啊，可以参与地方最传统的民俗文化。所以哈，不要说那个可爱指数破表了，光是啊看那个卡哇伊的扮相呢，就让人啊整个心都快要融化啦。啊，你安尼看哦，你看咱诶伫台湾的庙会啊，啊，甲你伫咱常州遮看到，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我觉得这边规模虽然比较小、嗯、但是它整个那个仪式啊都保留的蛮好的，那个传统也是保留的蛮好的。台湾比较盛大嘛，像在那个绕境啊、黑鸭朵啊，我们国家这个小正精致。街坊会发送平安包，就好比哈、哦，台湾普渡完之后啊，每个村里或角头呢，会优先将贡品分送给区域内的民众，所以啊，不分男女老少都会卷起袖管前来力挺。因此呢，发送平安包啊，不止凝聚街坊邻里的向心力，也是各个同乡会、街坊会在太平清教期间为地方民俗尽心付出的最好证明。而且啊，除了发送平安包，嘿，大家哈、哦、可别忘了，晚上还有一场重头戏。基于安全的考量，现在的抢包山呐、啊，已经变成一项专业的运动赛事了。但是哈、哦，对整个太平清教而言呐、啊，我们呢还是不能忽略为什么要抢的民俗意涵。在汉人的这种民间信仰里面，哈，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意涵。那它包含涉及的说我们取得这个桃菜，或者是说我们拔得头筹，那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这种跟神灵互动，跟这个好兄弟互动，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。那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去建立自己的平安的观念。那同时它也代表整个这个仪式的圆满结束。